中国秦岭绵延800里，其主峰终南山因为地形险阻，道路崎岖，自古就被古人广为传颂。《左传》中提到终南山就是九州之险，《史记》里形容终南山是天下之祖。就是在这样一座地形构造复杂、岩浆活动频繁的山体之中，中国人掏出了一个洞，挖出了一条堪称世界之最的超长隧道——终南山隧道。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，我是小强哥。秦岭终南山隧道双洞全长